彼得比尔特作为美式长头卡车的代表之一，无论是外观、底盘还是内饰，都展示出了独特的美式风格。579系列车型正式亮相于2012年，历时多年的不断升级优化，如今已成为品牌的巅峰之作。它不但拥有大胆的外观设计，通过造型降低风阻来提高燃油经济性，还拥有可以自由配置的客舱，后部的生活舱延展长度达到2米，设有微波炉、饮水机、大容积衣柜、笔直冰箱等，极大程度上满足了长途物流运输的生活所需。579所搭载的帕卡 MX13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55匹，峰值扭矩2237牛米。